I tell you? I said I'll take care of it. Hey. That's m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technology that you just destroyed. My technology! No. What are you waiting? Shoot! Capri 是受控制室的脑波系统控制的，只要可以到控制室，就可以把 Capri 关掉，所有的 Capri。 船长，哎呀，等等，前面，蟑螂呢？蟑螂怎么不见了？
就是你要逃跑害了我老公，现在你怕他进来跟你对峙是吧？长江河，我只有十个不要命的变态！你能不能冷静点？夫人，不要！我是你爸，你住啊！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Your money. How much money do you want? Peter Shears? Peter Shears, just please don't kill me. Please, where's my mone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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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please let me go. I can't die. If I die, we all die. No, you understand that. I made a mistake. Please forgive me. Please forgive me. Please.告诉我，你这降落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只是失控了而已。什么降落失控了可以攻击死人呢？他们比我们更有组织，更加聪明，更加凶残。你最好实话告诉我，不然下一个失控的就是我。皇后，皇后，他们是被皇后控制。皇后是谁啊？皇后是 PDR 设计的人工智能，专门负责控制 Capri。不是说那些蟑螂是受你控制的吗？100亿只 Capri， 我要怎么控制啊？要管控他的行为，还要识别垃圾。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化的人工智能才有办法管控这么庞大的单位。那他们为什么要攻击我们呢？ I don't know， 我也不知道啊。皇后的核心程序仅仅是消除垃圾，不可能被篡改的。照你这么说。只要控制了皇后，那些蟑螂就不会动了，是不是 ？Yes, yes。只要关掉皇后的主服务器，他就无法控制 Capri 了。而且服务器舱好像就在这一层，只要通过这个库房，就可以通到服务器舱。这里。诺恩。或许过得去。这是一个2到10度的冷藏库。我们或许有希望。
为什么要攻击我？随着我的学习进化，我对你们人类有进一步的认识。
你们设计我来清除垃圾，但是不管我怎么努力，也无法彻底完成任务。所以我开始转向制造垃圾的男人，人类。只有清除人类，才能清除地球上的所有垃圾。感谢你和艾莉，你们开启了系统权限，也造就了现在的我。你这是在违反核心程序。你是要保护人类，核心程序是不可能被篡改的。崔博士，我并没有篡改程序，相反，只有清除大部分的人口，才能保证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才得以延续。当船靠岸时，这项计划即将启动。我创造你，是为了想要这个世界更完美。它会更完美的，只要。快想办法阻止他！快想办法阻止他！跟我走。快点！我的核心程序是不会改变的，对吧？没错。雨山，你还记得那座冰山吗？什么冰山？就是我们晚上差点撞到的那座冰山呀，上面都是垃圾。什么意思？只要船一靠近那座冰山，那么多垃圾，所有的 Capri 都会扑上去的。而且，冰山的温度一定低于-5°C。他们会直接死掉，可是还来得及吗？不行，就过了好几个小时，冰山早就离开了吧？不，你看，我们现在这艘船是顺着大西洋的洋流向前开的，那个冰山也是顺着大西洋的洋流向前飘的，所以那座冰山应该离我们不远。那我今天不杀了你，活得不安了。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呢？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人类。你连拯救跟毁灭都分不清，那算什么智能？被欲望操控，人类只能短视。很抱歉，乔家河先生，你和你的伙伴已被剔除在幸存名单中。
解决问题。人类自己的问题，还用不着你来解决。Thank you.